今天是我长途旅行的第一天，希望能够平安抵达。以后应该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吧？OK， 现在要过美国边境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去啊，因为我带着个大箱小箱的，他会觉得我不是去旅游的啊，是去工作什么的，哎，其实就是旅游。所以祝我好运了，美国边境到了，有可能等会得下车进去去登记去，所以不知道等一下该怎么跟他们讲。过了这边呢，就是出加拿大了。今天去美国的人不是特别多，但回来的人特别多。啊，要排很久的队。OK， 拿了那张卡，我得进办公室。哎，要重新申请一下。啊 ，OK， 大概过了有40分钟吧，盖上章了。哎，刚刚在里面遇到一个说看过我视频的人，很尴尬，我就不等他了。走人。OK，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美国的境内了，所以我的手机呢，需要把之前的美国的电话卡换上，要不然就一点信号都没有了。还好我昨天啊，今天早晨呢，买了一张美国电话卡放在我这手机里了。我这手机是有信号的，但是我还是习惯用我 iPhone 啊，所以把它换过来。OK， 终于有信号了，好热呀！另外呢，我在这边放了一个这个太阳能的充电器，然后可以直接充到手机上，可以看到在充电。这样的话，因为怎么说，美国这个天气一直很晒，所以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OK man， 我实在是太饿了，我提前先下来找个麦当劳吃一下。哎呦我去，我去，哎，有个太阳能充电器真太棒了。哎呀，感觉美国的天气好像没有这个温华这么热啊。现在我在哪个城市呢？我现在也不清楚，但现在我先吃点东西吧。OK， 刚才呢，我大概点了一个这个汉堡套餐，但是我想让他把这个喝的东西呢换成冰激凌，然后我用蹩脚英文说了半天，最后还是成功了。所以在美国生活呢，英语不好，你尽量用那个身体语言。哎，214。Do you know how to make a video?Yeah, you could try. It's not that hard. Yeah. 啊，先点了。That's fine. 我刚来这边。What? You can speak a little Chinese, Mandarin. Good. Where did you learn that? Where? Book?Oh, you watch video and learning. Okay. Do you have to pay for it? It's free. Free license. 不，刚才对面一个老先生跑到我的位置来，跟我聊天，问我做什么的。我要跟他聊一会儿。他们人特别 nice。
He's a very nice guy. 再见。再见。你叶叶，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Yeah, right. Sounds good. No, the mind means a, that's a question mark. But this one is. If I put it, 你叫什么名字？ Yeah, 什么名字 ？What? Right? It's already is a question. Already a question. Yeah, yeah, it's a question. If you make a statement, and you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understand that statement is a question. Yeah. 哇，刚才老先生真是太热情了。他让我教他中文，你叫什么名字？后来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坤，他很开心。好了，接下来还要连续开四个小时，希望能够在天黑之前呢到达目的地。现在呢，快到这个西雅图了，可是呢，一直堵了很久。如果按照这个堵的情况下，我到了酒店已经很晚了，亏大了。希望等会儿不要这么堵。实在路上太困了，我准备在这个加油站先眯个10分钟、5分钟的，要不然一定会出事的。这边的机器呢，不收信用卡，也不收银行卡，只收现金。还好我带了现金，我刚刚困得差点就睡过去了，我加30块钱了。还要赶3个小时的路，哎，这太可怕了，明天一定要重新计划一下。前面有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在那边收拾东西，这就是流浪汉，在波特兰的流浪汉。我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头晕的状态了，因为今天大概从11点开车到现在，接近10个小时在路上，哦，头疼。我觉得我真的很厉害，有的时候中间没睡着，还好大概还有10分钟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的休息点。OK， 我发现一家中餐馆，我在进住宿之前，我先吃两口吧，看有没有炒饭什么的，就这么定了。
还不错。之后呢，我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在休息前呢把前几天的视频编辑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来，我尽量。现在呢，感冒是有点加重了，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旅行呢，而且是一个人。其实等待这样的公路之旅呢，我已经等待了很久了，但是之前一直不敢一个人这么做。我觉得我已经适应了在温哥华那种安逸的生活，有的时候我特别依赖别人。经历过很多很多事情之后，我决定如果我再找各种借口不去尝试的话，可能未来某一天我真的就一点勇气都没有了。所以这次咬咬牙逼着自己一路向南，希望在这过程中呢能够看到不同的事情，看到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知识和生活的经验。好了，不跟大伙唠扯了，赶紧先把这个视频搞一搞，因为明天我在哪里住我还没有定好，明天干什么也没有想好，但我知道的一点是明天还要继续南下，希望一路顺利，顺便呢能够看一些美好的事物给大家，因为今天走的实在太急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原因，唉，对不住各位。我今天住的房子真挺好的，要什么有什么，有水喝，冰箱里还有早餐吃，当然明天早上自己做，各种调料都有，而且他准备了两个橙子，可是我刚才绕了一圈没有找到刀子，也就是这橙子得用手扒了。各位，下次大家出远门的时候记得带一把水果刀。鉴于我现在处于一个发烧生病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就早睡，明天呢跟大家说说我住的这个地方究竟什么样子，如果让拍的话，晚安。